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，大面板的产制已经没有那个条件了，大面板的产制已经没有那么条件了，所以说光电产业已经不可能在这里设厂。第二个变化是由于国光石化不新建，所以这个原定中科四期的长期水源，这个可能也是不合理的，这个大肚溪蓝河堰也不盖了。换句话说，在长期水源没有着落，光电产业产生急剧变化的现在，中科四期本身要检讨，它要检讨的同时，当然牵涉到土征应该要归还土地。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，当中央政府认为有两个根本的变化，长期用水没有着落，这个光电产业要改变，所以这个计划应该要重新检讨。现在第一没有长期水源，第二没有厂商，那在要重新检讨的时候呢，你地方上不应该放任这个黑心的抢水工程却一直在执行。你中科四期要检讨成什么样子，要转型成什么样子都不确定，到底需要多少水也不确定，在这个所有的不确定之中，不应该继续来抢夺我们农民的用水。啊，阮大庄，咱头前遮就是黄啊，黄啊，台语国语叫做秧苗，伊大庄就会变稻啊，稻啊了后挂起来，就是要予大家食的白米。所以讲吼，伊无水，伊就绝对无法度种出好食的米。阮遐嘛，佫有芭乐，啊嘛佫有甘蔗。所以讲吼，咱为着讲一嘴饭尔啦，啊，咱大家做工课嘛是拢为着要安尼过一下三顿尔，吼，啊，人所以讲一定爱恁大家来帮忙，阮讲，好在水洪继续过来种作，这是阮的心声。啊，水足重要的，大家嘛拢知影，吼，啊，阮会当会买来吃嘛是足不得已的啊，因为你若讲水甲阮抢去的话，阮还蛮难啦，还蛮难，就是做残尔。国科会也已经承认，当初的兴办事业计划是不确实的。当初的兴办事业计划已经没有办法确实来执行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的土地征收计划，还有我们的用水取水的计划，都已经失去了它的基础。我必须特别提出这一点。根据土地征收条例第49条的规定，也就是说你的土地征收计划已经无所复利，这是法律上的名词，也就是你已经失去了你的一个基础。当你的土地征收计划失去了你的一个基础的时候，你的用水计划相对的也是无所复利，也已经失去了你的法律上的基础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法律的规定必须立即废止征收。国科会是有讲，啊，暂时还阁考虑安尼。结果水利会，伊就是硬要做，啊，硬要做。即马进前有人算，有人咧讲，啊，那迄落咱嘛是爱甲抗议一下，哪会使互做安？结果伊就出来说咧，咱的乡镇城讲，大家较莫处理啦，那处理会从乌山来安怎？要卖给中科，中科根本要转型了，不知道要多少水，可是他还是硬要把这个工程做下去。为什么？他要买一条大大的水管，从农乡抽水。我们农民同意吗？